说出十个无成语的话，说出四十个，那你四十个就免喽。一条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我去，哇塞，打到了，你们是千手观音吗？他们练一女心经呢，打顶上也行。来，一二三，走你。这种情况，看一下打到他拿得太准了。我也看他当他在发弹的那一时刻，这就是反了，拖着反了，对，拖哪儿啊？对对对，他的猪应该拖着，他不抓着。不许躲啊，你们几个站好了。这莲花阵，行了行了，都难受了，快继续抓紧时间啊。鸡不是鸟。鸟，听着呢。珍惜每一次，瞄准点啊！你们只有十发子弹。他们打到没有？注意那个角度和弧度。哇，让我轻点。好远呐！叫高炮弹。飞了。这拉这么多行吗？是啊，是一个。注意你的弧度。差不多。嘿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看来绿队的队员非常的不给力啊，这个子弹已经剩下不多了，只剩下三个了。那个，原来你是卧底。没有，走。哇！哇！好厉害啊！好，我来掷骰子了。我看那灰灰抽张华的臀。张华是画啊，张华的臀，来执行执行。抽是吧？对，是俩抽。是俩。这是拍。对，是抽。这是抽。人家刚才抽中拖软了，没力气了，对不对？体谅一下，好不好？你都打完人一次了，怎么能再打人家一次啊？不打了。来，继续，来。下一位，由红灯。哎，红队的来。红队，来记一下骰子，看看是什么啊？红队已经派出谁呀、啊？让你还回来。来，挨打的这个是吧？来，我看一下。你踹张乐的耳垂，妈呀！你这耳垂得有多大？跟人家腿长，哎，这不腿长也没有关系，这是个人就很容易嘛。脚还大。干嘛呢？坐着干嘛？怕站起来太高踹不着。来踹吧。站起来。站起来怎么踹上人家？那站起来也。你不站到前面去，伤害到我们怎么？真踹吗？对啊，你皮毛琢磨一下踹是什么？大哥别怪我，我先教你一下，我给你做一示范，告诉你怎么踹啊。算了，不是，大哥别怪我啊，我踹了啊。直接。啊！蜻蜓点成死我了。这不像话了。对吧？回吧，来，绿队的这回，我来。
这绿队是谁啊？弄死你啊！千万别说。绿队张乐，来，我来。挠高雅欣的头顶。实验，你这扔的太猛，你得使劲扔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来，再扔一次。我扔一次。对。我不行。使劲。对，这样才好。为什么？抽王一轩的。抽王一轩的腋下。腋下。哎呀。赢我，我喝醋了，你还喝可乐吗？抽哪儿？腋下，腋下是吗？来比干。人家谁的鞋脏一点？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我就抽一下那边，我有狐臭，没事，闻见了。馋了，馋了，没那么大效果吧？你这你这配阴阳果是吗？怎么了？小心被人讹上，没事，赖上你了。这是做节目啊，有我们这个负责人。下一位，他下一位是红队啊，派一个队员，你们谁来？哎，高雅欣，使劲点，掷骰子了啊。对啊，哎，对，新雨桐的耳垂，新雨桐的耳垂，这不是同性恋吗？就就我们那又怎样？首先说，我不是拉拉，啊，我也不是，来吧，我是莉莉，你是你来吧，干嘛？不是拉拉，你是推推，你给我想事儿啊！亲爱的，我亲了，嗯，真亲了，亲吧，我不是拉拉，没关系的，亲吧。哎，我能替他亲吗？等一下。两人换一下位置。嗯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。等等。哎呀，我中了。来，我们要的是。你还咬？哎呦妈呀！你还解释说你自己不是？脑子不能这个手不能乱动啊，手不能往上抬啊。对呀、啊，还不能往上抬、啊。放点水，放点水。你们俩性情吧，好不好？拉这么紧。泡泡面，快点。你看看，啊，就是不一样哎！这样的，哎呀，帅哥就是有魅力啊！用你的眼神吓死他们！哎，直接看一眼好不好？哎，直接看一眼好不好？哎，来，别激动，听我说，我觉得二一个特逗的是，一开始挺简单，你怎么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呢？没有，他就是跑几圈，我就你都把他打成粉球了！哎，他在浪费你时间，你都没看出来是吧？赶紧的，时间还有最后一分钟啊、哦！加油！这次让我过吧，我真不行了。眼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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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说，你的笑容最美的，让我过吧。乖啊，开腿，最后，抬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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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犯规了啊！你可以不抬，你可以不抬，而且是他勾引我们抬腿，来一点一点的往前挪。我是勾引他们皮球。张宇直接在后面谁赢啊？你最旺。电影，最后三十秒。怎么又是你？队长加油！王一轩，没想到你也能在我的当下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他过就只有两个可能，要么今天躺台上了，要么就是他过去了。你看你这卡的多紧，脖子上都是他能过的地方。加油！不是你死就是我了。加油！你就让他们放屁了。哎，最后15秒啊！队长，加油！我想说的是，扯着我的蛋了，好不好？最后15秒，抓紧时间。抓紧时间。那我怎么办？来，倒计时，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, 0。我们听体验老师的口上，来，听我的口上，一、二。你干嘛腿收起来吗？9, 10, 11,
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天哪！还差一个，还差几个人呢？你都被人甩出去了！天哪！好帅啊！天哪！天哪！我下一个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不要太贪心哦。计时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之内，收好，把腿收好，坐好，把腿稳好，把腿好，坐好。我靠，我就感觉一二三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四，五，六，哎，你先要时间啊，你用时间就可以了。九，我直接盯住一个点啊。睁着眼睛，相当的淡定啊！秦若，到底是闭着眼睛晕还是睁着眼睛晕呢？这个我想问一下，刚才时间只有一分钟，时间老师一定要看好时间。我这个太帅了，太强大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加油！速度快点转啊！很轻。别转。二三四，咱慢点。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我怕晕，我真怕晕。十圈是不是？二十。十个。我扒着板凳。自己扒着板凳。他重来。你不行。好了。你干五圈了。我已经晕了，已经。七八九。快点。已经十圈了，我已经不行了。啊！我能这样站不稳了。你这么夸张吗？我真的特怕晕，特怕晕。时间快要到了，你还有时间聊天。拿点。什么？拿点？拿点？快走走走！我们清点一下蓝方的成绩，现在都要吐了，感觉是手大的合适是吗？二。五十一，哎，好像还不错，成绩还不错哦。秦总，往前来点。往前来点。不一定，都往前来点，都往前来点。哎呦。还是蓝队获胜了，对。接下来，刚才是几十个的呢？刚才是四十个俯卧撑，对不对？惩罚现在开始。如果你们能不重复的话，说出十个祝福成语的话，说出四十个，那这四十个就免喽。什么成语？十个不重复。祝福成语和龙有关的，一个人说四个行不行？和龙有关，好吗？说什么你好说啊，你们一分不吃二不吃，咱必须在龙，必须得在龙，现在可是龙啊。一人说仨说四个都行，别太多，十个差不多。一人说四个，一人说四个，你先来。好，龙飞凤舞，龙凤呈祥，然后生龙活虎，龙马精神。不错。双龙戏珠，凤子龙孙，然后人中之尊。人中之尊。说错了。龙。
龙蛇，可以吧？龙蛇，笔走蛇龙，龙蛇，笔走蛇，不是笔走，我求求你了，笔走龙蛇，笔走龙蛇，龙蛇可不是好成语，不是，请走了。说上来就可以的，江龙得水，江龙得水，重复了吗？没重复，没重复，没错，那还有最后一个。哎，跪下来，让我们蹲着吧，这大过年的。你别跟感觉好像在上大号似的，行不行？姐姐，你那蛤蟆功力可以啊？你说不出来成语，说点吉利话也行。龙腾虎步，说过了。戎马精神，说过了。牛龙戏珠，说过了。乘龙快婿，耶！哎，这个还没有说过，还有三个。说过了。双龙戏水，说过了。没说过，没说过。没有，这没说过。那只有双龙戏珠，哪有双龙戏水啊？双龙戏水也。你这欺负文化，没有文化人还是什么？望子成龙。哎。哎，好。还有两个。成龙变形。成语，我爱成龙。上卧虎藏龙。